人家的那些哪啊？你也给？给你省啊！他被开下来了。不啦。哎，南京，刚才真比较屌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洗不啦。你洗不啦？我靠！七，准！顶得下来呀、啊！爬一下啊！快点呐、啊！跳出来，看脚盖怎么样没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新生训练半天就结束了。我知道你们啊都是好妈鸡，你已经毕业了。其实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道路要走。好帅哦！以后不能去外面骑脚踏车。你他妈现在还在想这个，可痛了啊！大姐，他妈的，你不要帮你在干嘛？我现在帮我吧，干！